今天流浪女在家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嘿嘿，吴姐，你干嘛去？我去看看那个流浪女，因为那天我们不是给她送了很多衣服吗？看她穿的合不合适，我去看一下。大白天的，她穿吗？她穿不穿？问你啊，问问她，问问她喜不喜欢那些衣服。好，回去看一下。她看到我们来了，好像在打牌，真的在打牌呀、啊。美女，打牌呢？美女，要不要我们陪你打牌呀、啊？啊？他不说话，他一个人在打牌的。哇，这美女、啊、自娱自乐呀。对啊。打牌呢。他太无聊了，一个人，孤单寂寞。嗯。美女。打牌。要不要你陪他打吧？啊？美女，这些衣服怎么样啊？里面太大了。那里面太大，不要了，这真的穿得到。哦，那还可以，那还可以。啊、哦，你跟他打牌吗？你跟他打牌，啊？我跟他打牌。对啊。我不会打。他一个人打牌没意思嘛，要两个人打。那你怎么不陪他打呢？我他怕我哎，我男的。他这个锅是好像是新买的，他洗得干干净净，还是挺讲卫生的。那个上面那个衣服是大铁锤送给他的，他说这个衣服太大了，他不穿。我们这边还有三个人，要不跟你一起打？要不要？啊？他看帅哥害怕了。要不要我们跟你一起打？我们正好四个人嘛。还不够啊？牌不够啊？你不是一副牌吗？一副牌不正好四个人打吗？怎么会？一副牌三个人打。哎，四个人才给打呀。哇，挺会打的啊！他有时候也挺正常的哈，有时候也不怎么正常。他怎么不正常了？他一副牌应该四个人打呀，怎么会三个人打呢？这个动作很娴熟啊！啊，发的顺序都对的。啊，美女，你家里面人了？啊？你家里人呢？他不是很喜欢说话。家里是光光了。什么？家里是光光了呀。死光光了。你干嘛不住在家里啊？老住在外面。今天的话，杰哥他过来了。杰哥，哎，要不要帮他找一份工作呢？他这个还不能工作吧？他能。他到底正不正常？正常，正常的。正常的，就是有时候偶尔会犯点那个小毛病，就是骂街，嗯，平时都是正常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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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，嗯。你要不要找个工作做？上班也是没问题的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不回家吗？没有家了，这里就是这个流浪女临时的家了。她一般的话是。一个地方待不了多久，然后就换地方了。他一个人平时都是很无聊的，所以他只能自娱自乐。